浩一还是没来找我，他是把我忘了。Al día siguiente. 好了，我们赶紧想办法进去吧。Alguna otra brillante idea. Mucho mucho más tarde. 你看昨天 T 电视台采访三 D 的视频了吧？啊，三 D 对着摄像机喊浩一的那个。对对，就是那个浩一。三 D 昏迷前也叫这个人的名字来着。Tengo miedo. Tengo miedo. 这个头条我抢定，今天一定要拍到浩一。20 minutos después. 你们不要影响其他的患者。看来三 D 就在这一层吧。哪儿啊，现在每层都守着这么多记者，都等着一睹浩一的真容呢。Justo entonces. 浩一，浩一，你怎么还不来啊？等等，难道我真的是在做梦？可是浩一拉着我的手，那感觉不像是梦啊。Cindy。啊？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Hermosa。Cindy， 浩一，我以为你不来找我了。Bromeas， es un papucho。怎么会呢？我不是答应过你要让你见爱神的吗？爱神，他在哪儿？他早来了。啊！Cindy。Veremos qué sucede. Estoy un poco nervioso. 好了，那接下来的事就拜托你了，梅塔塔。啊，啊，没问题。三弟，我们走吧。哎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好地方。哎，这是哪儿？巴黎。哦，今天我们就痛痛快快地玩一场。11 minutos después. Cindy， 你终于有朋友了。我开玩笑的，碰到这样的奇遇，我高兴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生气？ No juegues conmigo, mujer。爱神在原始时期是用弓箭的，但这样由爱神决定情侣关系并不公平。后来演变为人们祈祷，我们根据内容帮他们实现愿望。这个方法用了很久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个人建了一座融入记忆魔法的巧克力工厂，因为可以更有效地实现爱情愿望，所以爱神宫和他达成了联盟，而他就是厂长。嘿嘿，他真是我见过的最帅的男人了，英俊又有才华。Diablo, señorita。浩一，他真的难以琢磨。Algo no está bien。Cindy。别轻言放弃，我们都支持你。La Lisa ha preocupado tanto por mí. 10 segundos más tarde. 你和浩一是我永远的朋友。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刚刚出院的 Cindy， 有请。Cindy， 大家好。最近发生了好多事情，首先我要感谢关心我、支持我的粉丝。之前不错啊。我和公司已经达成和解，公司考虑到我未来的发展，可能会送我出国学习，父母也表示很赞同。为了答谢大家，我会在11月11号举行一场个人演唱会，在演唱会上我将为大家带来自己的原创歌曲。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喜欢我的朋友一定要去参加我的演唱会哦。浩一，我们一起去看 Cindy 演唱会吧。
道浩仪他们听到我的新歌会不会大吃一惊呢？そうだ、みんなで変顔しましょう。変顔。変顔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三弟，我能进来吗？啊，是他。クズどもめ。吕哲，好久不见。啊，我来看看你。我记得我每次上台前，你都会送我一捧玫瑰。卡片上都写着愿我每天开开心心。其实我来是有话想对你说。嗯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我想说的是对不起三弟。没什么对不起的，这十几年你用了时间，我用了心，我们都付出了，不是吗？所以你不欠我什么。你一直怪父母，怪经纪人，怪三弟，怪他们造成现在的局面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最终做出决定的人不是你自己吗？不，三弟，以前都是我不对，是我伤害了你。阿哲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虽然我们性格完全不同，但你敢不敢和我做朋友？我对不起，我不敢保证。雨山，太好了，你终于不用迎合我了，我终于见到真正的你了。不管以前如何，我只希望从现在开始我们能做真正的朋友。真的朋友。对，不是为了利益，不会为了相互迎合而压抑自己，而是用真实的心情去面对彼此，即使会有误解和争吵，但那才是真正的朋友，不是吗？三弟，谢谢你能原谅我，我会试着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，但不管结果如何，我都会一直支持你。雨山，我祝你成功。谢谢阿哲。现在我要启航出发了。Eso es mi chica。演唱会，其实这段时间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事，言语已经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，请让我用这首歌传达。Así, muerde el cebo。那小子是谁呀？居然敢玷污我的女神！不是，什么关系啊？男朋友吗？Ese compa ya está muerto. No más no le han avisado. Oye, 竟敢背着我在外面偷吃！Si te gustó la cochinada, deja tu like y suscríbete.
que te recuerda, si ella no te ama, no importa, porque yo sí. FBI, enviad aquí al mejor agente. Acabo de ver una cosa espantosa.